翻开藏音大悲咒，等一下所有的人一律坐在座位啊那个位置，不要站起来，因为等一下要发这个大悲咒水，站起来会乱成一团，所以就坐好，然后在走廊的旁边就传代替传递啊，大家动作快哦啊，所以大家等一下从头到尾都坐好，不要动，不要站起来。好，藏音大悲咒。
Thank you.